一二一二，好，球球站起来啊，站起来，两手张开，好来啊，一二来蹦，好，好，好，记着，嘿，蹦，好棒，对对对，哎，咱俩再干一个，干一个，哎，好，嗯，哎，快照。 来来来，抱我，抱着我，抱着我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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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箱子里边呢，都是球球的东西，有球球的衣服、吃的，还有书、小画册，还有好多玩具，都是球球的啊。还有电视，还有滑片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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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姨，您别添麻烦了，你说这东西太多了，我哪受得起啊？要不您留着吧。哎呦，留它干什么？本来呀就是给球球买的，给球球带回去玩啊，想着奶奶、爷爷啊。嗯，哎呀，球球，快谢谢奶奶，快！谢谢奶奶。球球啊，这里边的衣服好不好看呀？好，好看。是谁的衣服这么好看呀？我的。哦，球球的。球球，好，那行，那咱们出去吧。果然叔叔还在外边等我们呢啊！你的行李呢？我行李在果然车上呢。啊，好。行，来，我拿行李。出去了，来，球球，咱们走了啊。奶奶出去了啊。哎，对了，阿姨，怎么没见叔叔啊？他出去运动去了。好，来。来。走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我谢谢您，您一家人给你们添麻烦。没什么，这么客气，以后常来啊。今天果叔不在，他回来您一定替我转达了，我特别感谢。你放心吧，谢谢，我告诉他啊。奶奶，奶抱抱。嗯，有孩子，奶奶亲亲求求。妈，那个抓紧时间了。好的，球球，记着啊，记着想着奶奶啊。嗯，好。好，球球。球球啊，爸爸带你回家了，跟奶奶说再见吧啊，让奶奶注意身体，好不好？啊，来。怎么了？啊，爸爸带你回家。怎么了？我不回家。啊？啊？怎么不回家呀？怎么了？又不听话了？找爷爷啊！哎呀，球球啊，你爷爷，你去忙着去了啊，有事儿。爷爷今天有事儿啊，听话啊，明天爸爸带你再来看爷爷和奶奶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听话，行不行？来，听话。我爱爷爷。听不听话？是不是又不听话了？啊，明天找。又不听话了是吧？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！哎呦。啊。又不听话了是吧？快看，爷爷来了，你快看，爷爷来了，爷爷来了，孩子，哎，不哭啊，咱们不哭，不哭，不哭，我哪儿没去，我就在那儿呢，爷爷来了啊。
哥哥，不哭啊，别哭了，叔叔要走了啊，不哭了啊，走了以后给爷爷打电话好吗？啊，来亲爷，亲爷，亲爷，哎呦，亲爷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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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还在火车上小心点儿，这个盖被子啊，别忘了。不是，我们先走了，车来不及。来。再见了，球球。爸爸，球球。爸爸，球球。不哭啊！哎呀，不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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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
再见，再见，求求再见，求求别忘了奶奶和爷爷啊！我妈来了，还有我哥，下午四点到。啊，这么突然？怎么了？你不欢迎啊？不是，没有没有，我这不正开会呢吗？我。那你就赶快请个假，我在鹏瑞商场，你马上过来接我啊。段总，小贺，你这两天用车吗？段总，什么事儿？把你的车先借我用几天。没问题，段总，你想用多久就用多久。谢谢。没事儿。阿姨，买保健品啊。啊，您好，您好。对对对。这全是保健品是吧？对，这都是保健品。哎呀妈！您这是给谁买？给我女婿。哦。给女婿买。哎呀，他太累了，工作太忙了，所以吧，我就想给他补充补充。我跟你讲，我这女婿可真是不容易啊，可不容易了，从小一个人就这么蹦出来了，现在都500强里边的高管了，这么厉害、啊，特别什么？但就是很有福，对对，有福有福，就是太累了，这身体透支的特别厉害，工作太忙了，所以我就想给他买点这个。那哪种好啊？那阿姨，你不妨来3款这个，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。Thank you.
喂，桃子，你现在干嘛呢？你赶紧回家了一趟啊，我有点事儿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，你能不能下班再说？我这是上着班呢。你快回来吧，回来再说啊。行。怎么了？我妈让我赶快回家，听她那语气还挺着急的。那走吧，我送你。行。就在这儿，你有事你给我打电话。行，那我先上去。你赶快上去，别着急啊。妈，你肯定是眼花了。您说段旭峰长那样就是一大众脸儿，在哪儿找到一个说跟他长得差不多的人都有可能？别想这事儿，别琢磨了啊。不可能。别人我能看错，段旭峰我能看错的？而且最近他怎么老不在家呢？桃子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呢？什么呀，我姐不刚说完吗？她上海南出差去了。你姐说我就信呐？怎么那么巧呢？你姐这一怀孕，段西风忙得天天不着家。前一段是什么怀柔做项目理不了他，然后又是海南吧什么急事儿。而且我反应过来了，他都没回家拿衣服啊，他没拿换洗衣服，怎么着全在外边买呀？不是，我姐说了，说直接奔机场走的，说那边分公司出了急事儿了，必须得他去解决，来不及了。而且你跟你姐最近不对劲儿啊，那总是心神不定，嘀嘀咕咕的，肯定有事儿。我跟你讲，我猜不错。啊，您这是破案呢？您真当演员屈才？您得上那刑侦大队跟人破案去啊。真是，再说在海南那儿，这段西风他在那边也不是说就去。你叫什么？刚才你说什么？你叫段西风，没叫姐夫。我以前老叫他段西风，我以前不老段西风，你老这么叫他。是，那个大肚子女人也段西风的叫他。您都听见了，果然在骗我。果然没骗您。我是说你，果然在骗我。我炸出来了，我根本没听见那女的叫什么段西风。不是你，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快点！不是您先答应我，您不生气。我不生气。您说，不是您这样，就我哪敢跟您说呀？是不是段西风有外遇出轨了？是不是？是，您也看见了，那女的已经怀孕了。桃子，你长大成人了，你们都成精了，这么大的事瞒着我，就我一个人不知道。我今天要不是碰见段西风，我还蒙在鼓里，我还是把他当好人，是不是？是，我就怕你这样，我不敢说。怕有什么用啊？早晚不得知道吗？你姐说她忙，我就给她买的毒品。哎呦！
天哪，我怎么能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？怎么干事儿啊？你姐姐呢？怀着她的孩子，她怎么能这么干事儿啊？哎，都说财产都归了谁了？归我姐。全部？全部。都是我主动给她的，自己净身出户。是啊，干了这么王八蛋的事儿，她还敢要一份钱吗？非宰了他不可吗？哎呀妈，咱把这人忘了吧，咱们再也别提这个人了啊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，你姐呀，太可怜！你说这短媳妇怎么这么缺德呀？怎么在这个时候干出这个事儿，把人家肚子都搞大？你姐怎么办？妈，我姐有咱俩呢。你看你姐吧，年轻轻的就跟了他了，十几年这苦熬苦奔的，终于好了，过上好日子了，怀了孕了。怨我呀！妈不怨你，怨你干嘛呀？啊，我没有不好词。你看他妈他爸走的早，把他交给我，我没有看护好他。对不起，你姐。没有对不起我姐，你没有一点对不起我，我怎么就没看出一点蛛丝马迹呢？你说，哎，妈，您别这样，您千万别往这儿想。你说这孩子还没生下来就这样，将来怎么办？妈，行了，这事儿怎么说啊？就过去了，咱们也别再提了。段西风这个人不该提。西风这王八蛋，我饶不了，我非劈了他不可，我劈成八瓣儿。不行，妈，行了，过去了，咱这事过去了，你别再因为这个事儿这么着急上火了啊，好吗？你给谁打电话呀？给段西凤。赶紧等一会儿啊，我下车接个电话。喂，段西风，你个王八蛋，你个爱千刀的，你个畜生！大爷，您别生气，我错了。别叫我大爷，谁是你大爷？我真是没看出来呀，咱们相处了十几年，你原来就是条披着人皮的狼，四五千肚子里搁着怀着你的骨肉。你怎么忍心你这么干呢？你为了个小骚货呀？你太没那脑子！我问你，你干什么？你想什么来着？你想没想过后果呀？他们娘，想俩怎么过呀？大爷，大爷，你听我说，如果有来生，我做牛做马，我一定会回报苏青的。滚！还有来生？想什么你啊？我告诉你，段西风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离苏青和孩子都远点儿。他们两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毙了你！我行了行了，妈别看，妈。
您怎么了，妈？大爷。药呢？药在哪儿啊？大爷。喂，大爷。喂，大爷，你听得见吗，大爷？喂。果然，赶快上来。你快点，快上来。又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那个阿姨，就是躺一会儿就能好，估计应该没多大事儿。要是实在不合适，咱就去医院。对，妈，要不然咱上医院吧。喝水吧你。嗯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这就出去。妈，咱不用去医院呀。都出去吧，我没事了，都别在这儿。我给你倒杯水。行，我给你倒水，您先眯一会儿啊。乖，你在客厅坐一会儿。我下来，我看那个阿姨那情况应该是没多大事儿。要是实在不行有事儿了，你就叫我，我就在楼底下，我不走啊。行，哎，行。哎，果然。哎，李叔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坐着？是不是他不在家？他们不是在，那个桃子还他妈学习都在楼上，您赶快上去吧。那个我这睡衣身体不是太好，您快上去吧。那就赶快陪一陪他。不，我刚从上面下来，我就在这凑会儿，您快上去吧。臭小子，未雨绸缪。呀，是不是我姐回来了？我跟你说，千万别说，我知道这事儿了。啊，行，就千万啊，要没事你快开门去。啊，李叔叔。好的，你妈怎么样了？您怎么知道的？刚在楼下遇上果然了，他跟我说的。吃了点药，好多了。我能进去看看吗？妈，那个李叔叔，叫他走吧。哎，我不走远，就在楼下等着，有什么事赶快给我打招呼啊！哎，那个臭小子比我聪明，给您骂出来的吧？没，那倒没有，婉拒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哼，桃子他姐苏青的事儿。苏青那有什么事儿？孩子没保住？不是。桃子他姐不是有一老公叫西风吗？
这不我同学吗？嗯嗯。这王八蛋出了件特恶心的事儿。怎么老搞突然袭击啊？怎么了？都上火车了才告诉我你要来，还拿那么多行李干嘛呀？要说你这孩子，妈不看你啊，都快要生了，怕你一缺啥寂寞，把你大哥这不都带来了吗？一起陪你啊。那你啥时候走啊？哎，佳佳，阿姨这不来伺候你吗？就是你，我这不是，看姑爷多会来事儿。我这不是伺候你来了吗？你看你现在肚子这么大了，过一阵子那孩子再生出来，孩子生出来他得长吧，那得需要人伺候吧。你会做什么呀？你这个没良心的孩子啊！我不会做什么，那我是一把屎一把尿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你伺候这么大的，我不会。你能长这么大呀？哎呦，你别说了，你该不会是打麻将打的没钱了来找我要钱吧？不是，你这还说啥呢？我管你要钱呢？我就是要钱也不管你要啊，我也得管我那个有钱的姑爷要，是不是？妈，来，不跟你说，这孩子来，那个来，姑爷坐坐坐，哎，坐这儿。你就是西风啊？对，西风。哎呀，对，西风一，哎呦啊！跟我说完之后，你叫西风，我太亲切了，我整天的哗哗的麻将桌，西风西风搂着。我这姑娘啊，太有眼力了！我跟你说，这回给我找个活的西风，你就是宝，你就是慧儿。我姑娘说你是什么强？世界什么？五百强啊！五百强，对，五百比六百少了点，对，也相当好了啊！有妈，你能不能别说了？你这……哎，小雨，怎么跟阿姨说话呢？我们一直都这么说话，对，我们一直都这么说话，习惯了。人家都总这样，鸡头白脸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在这待两天，两天我跟你说，保准你也就习惯了。鸡头白脸。阿姨啊，那个哥，你看你们大老远来了是吧？也挺突然的。我跟佳佳呢也没准备什么。放心，一定给你们接风啊。啊，不等等会儿。我想起一句什么啊？哦，万事俱备，只欠西风。哎呀，对呀，只欠西风。您看我们楼下吧，正好有一家烤鸭店，一会儿咱们去吃烤鸭，好不好？烤鸭？不吃。电视里不总播什么烧烤啊，什么垃圾食品啥的，不吃。这次我一准来吃西餐来了，知道吧？西餐，哎，我特意为吃西餐呢，准备了一套衣服。哎，怎么样？我一会儿就给你们换上啊。对，把大愣拿来。你那什么，陪着我姑娘啊，姑爷，一会儿我就出来。哎，别着急。妈，果然发信息，他跟李叔还在楼下呢。哦。妈，咱这菜做这么多也吃不完，叫他们上来一块儿吃吧。不用了，让他们走吧。哦。这就是我妈。
自从我爸走了之后，他除了打牌什么都不会。我跟他见不着就想，见到就吵。以后啊，你跟他说话注意点。你妈毕竟是长辈，长辈也得有长辈的样吧？哎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这个是我刚分手的男朋友给我买的，好看吗？嗯。哎，你哥呢？洗手间呢？哦。哎呀，来，西风，来坐这儿。西风啊，你要离婚了，是吧？离了，离了！哎呦，哎呀，那证呢？妈，妈妈的，我看看证吧啥的。离了啊，那财产怎么分呢？我是净身出户。啥玩意儿？你再说一遍。我是净身出户。净身出户，你啥意思啊？你意思是说你啥都没有了呗？那哎，那这房子呢？嗯，这房子本来就是租的。房子是租的啊？你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，兜比脸都干净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啥都没有了，你一个二五眼，你咋能看上他呢？你啊，你想把我们娘俩当二百五耍是吗？啊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啥也没有了，钱没有了，窝都没了，你让咱们娘俩怎么活啊？你给我说说听听。对不起。你把财产都给他了，你怎么没跟我说呢？对不起。你这个骗子！你以为你够他们两的，你把我女儿骗了手啊？我告你，没我女儿欺负呢！我告诉你，把我姑娘肚子搞大，我饶不了你！以后我的事能不能让我自己处理？您别管了呀！就算他没钱了，我也得跟他在一起。他是我孩子的爸爸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妈！爸，你干嘛？你滚！苏青回来了，比比，薛姨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？我现在想的根本就不是说怎么处理。人苏青姐这一回来，一进家门，娘仨来一抱头痛哭，咱俩就在这等着吧，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呢？啊！请谁吃饭呀？没有，就是桃子馋了，说总是吃泡面，老凑合最近。对对，然后说那几个一下猛了，动作多了，赶紧坐下吃饭。快坐吧，姐，姐你快坐。
说这还有什么要拿的？来，快点。真生你们气！干嘛呀？就瞒着我，妈，早晚不得知道吗？能，瞒的哪天是个头啊？我跟你说清，这件事儿我大姨可真生你气，不应该啊。还有，大姨想得开，只要你肚子里的孩子好好的。只要你好好的，咱家就没大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就一切好，一切太平，知道不？天塌下来，大姨顶着呢，大姨个儿高，是不是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青儿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人生什么事儿不得碰着上啊？是不是啊？你看那大地震，是吧？海啸，多少人一夜之间就眨眼就没有了。咱是不好好的，所以只要人活着，他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知道吗？说起这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前天吧，我做了个梦。梦着谁了？梦着你姐生了，生，可好看了。然后桃子我还看她小，她不敢抱。真是特别，真是好看。哎呀，所以青儿，咱就踏踏实实把孩子给我好好生下来，知道吗？咱们人丁兴旺，咱们这个后继有人。是吧？只要人在，他就什么都会有的，知道吧，青儿？桃子，不许哭，你别找我。就是啊，你说你姐都没事，你哭啥？你姐，我跟你讲，我了解，你姐特别坚强，知道吗？从小，爹妈没那么早，她就跟着咱们了。他什么事儿他能挺住？桃子，不许哭啊！月亮，咱们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过得比谁都好。对，咱们娘仨，娘四个，咱这肚子里这，咱好好的，大口吃菜，大口吃饭，是把自己身体养得棒棒的，是吧？我心疼我姐，知道你心疼她，但不是这个心疼法啊！你，我姐她太不容易了。你妈容易啊？你妈更不容易，你妈带着你就是比你姐还不容易呢。没什么。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姐呀！姐，姐怎么了？娘，快快快，给给国人打电话啊！快点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没事儿。喂，国人，赶快上来！我姐的肚子疼，你快点！